现场发生了什么让众人如此吃惊？哎呦我的天哪，浩哥你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啊，你太幼稚了，你至于吗？像笑话一样，就说我傻呗。啊，我看到了，我的天哪，绝对大力哥，看啊，我也看到了。为什么节目嘉宾屡遭质疑？3块钱一只的灯泡，就这个世界纪录，就用这个往这个灯泡上凿吗？肖像，真的假的？真的吗？你现在说大话。我都觉得这东西怎么可能嘛？辛苦换来的成果为何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每天要摆弄这些石头，不支持农民嘛？民以食为天，像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负责的太少了。多两个孩子吧，前些年基本上不和他沟通，对他也不理解，我对他也不理解。现场还有哪些叹为观止的展示？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灯泡上的雕刻艺术》。平凡世界，非凡人生。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云南卫视的大型励志分享栏目《了不起的你》。让我们首先要欢迎五位超级观察团的老师，欢迎大家啊！今天节目的开始比较特别啊，过去都是从咱们的 logo 开始运动的镜头，今天是从一个灯泡开始的。了不起的你，我们今天要说一只了不起的灯泡。哎，你们猜猜今天为什么说这只灯泡？我第一个感觉，我好像我们的节目变成了科普节目，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个科学家，然后他发明了一些东西跟灯泡有关系？哦，这个脑洞很开哎。难道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老乡美国的爱迪生？你是玩穿越的啊？开场的一只灯泡让观察员们绞尽脑汁，也联想不出这与今天的嘉宾有何关系。有东西，对，特别不一样。但是有什么东西呢？我也看不出来，像云彩。说句实话，今天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但就在大家不得其解时，观察员婉莹却发现这个灯泡的奇妙之处。哦，灯泡上面有图案，哎，好像是十二生肖。对，好像是十二生肖啊。那么今天到场的嘉宾究竟是怎样把如此精妙的图案呈现在灯泡上的呢？这灯泡是您带来的？对，这个灯泡是我2015年创造世界纪录的一个代表作品。什么？2015年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2015年创造世界纪录？对。3块钱一只的灯泡，就这个世界纪录，就是它吗？我是用7斤重的铁锤和钻头，经过10000多下，一下一下的敲上去的。敲？对，是您慢点说啊。这2015年的时候，世界纪录。对，这世界什么纪录啊？在灯泡上雕刻，这个技术。哦，灯泡雕刻技术。哎，怎么就成世界纪录了呢？因为这个呢，它这个灯泡的难度就是玻璃化，它的厚度只有0.3到0.5毫米厚。哦，薄脆滑，因为这个灯泡的这个厚度特别的薄，所以在上面雕刻很难，是这意思吧？它的难度呢，还在于它这个用铁锤和钻头啊，不是用电动工具雕刻。您工具带了吗？让我们先看看工具啊，来，这是他的工具啊，就用这个往这个灯泡上凿吗？对，就这个往那上面砸。实际上呢，这个锤子呢还是小的。我挑战这个世界纪录的时候呢，是用了7斤重的锤子。什么？7斤重的铁锤敲击在厚度只有0.3毫米左右的灯泡上，大家觉得这根本是天方夜谭。但就在观察员们质疑时，嘉宾也提出了为我们现场演示这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技艺。别，咱别逗，灯泡碎了可扎您腿。对对，没事。因为这灯泡就是在我们超市里花1块钱给买的灯泡。对，现在都挺难买的。老师弄了一个1块钱的灯泡来，然后跟咱说这灯泡不一样。刚才咱看到是雕了一些东西啊。等等，老师，就是这样一炸，嘣，也有随时碎的可能，对吧？这个呢，一开始在就是说练习的时候呢，
也是一开始也是容易破的。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摸索这个经验。也一开始学习这个怎么固定。反正您就是肯定不碎。对啊，那个我要干扰您，您会碎吗？放炮仗似的就完。哎，老师，咱要不然我给您通上电，那透亮。呀妈呀，川哥你太坏了。这个工艺不适合通电做。不适合通电啊。对对对。您还别说通不通电，您先敲不碎再说吧。对，来吧。我都觉得这东西怎么可能嘛？哇，用这么沉的锤子。听到那声了吗？确实是在敲。有声音。有声儿。第一次尝试雕刻灯泡就以失败告终，这与之前信誓旦旦的情形大相径庭。现场的观察员们也对嘉宾提出了质疑。今天这个了不起的你跟平常不一样，哎，平常的了不起你一出来咱都，今天你好像有点有点我们质疑的声音太多了。对对对，质疑的太多了。但就在观察员们集体不看好发出质疑时，嘉宾竟然还要迎难而上的进行第二次挑战。经常看张老师的节目，我就干脆雕刻你一个你的照片。你出去雕刻什么？你再说一遍。雕刻张老师你的肖像图。肖像？真的假的？真的吗？师傅您刚才可是上来就碎了。然后您现在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来瓷器活。雕我一肖像，我的妈呀。经过第一次失败后的调整，加大挑战难度的他将如何应对呢？这行。他别画一个圆圈说就是大李老师。对，也有可能。对，人家说了我不是你那个对背面。对背面。我们五个确实大老师最好画。对对，我们而且对，而且如果按大李老师说的，要雕刻大李老师的背面的话，那灯泡就是啊，对不对？那个大李老师，我，哎呦，坏了，哎，我这雕好了，哎，您看我给雕的，对，这个您从背面看，是的，是侧面看的，对，侧面的啊，不雕出一耳朵来，对，我们这侧面看的，雕完了，没有没有，还我得先看看雕好，雕到什么程度了，随时的观察，看那个形准不准。在哪儿呢？看见没？有眉毛了。哎呦呦，有眉毛、哎。确实啊，人家不是雕后背，确实看到您眉毛和眼睛了。来，有这真有真有真有。这才几下啊？一双眼睛和眉毛有了，还有点意思，挺像的。两只大眼睛，一边长一个，身高1.6米，我的浑身肉挺多。是不是大眼睛不知道？因为得跟那脸配在一起。来来来来来，我要看一看张老师的脸型。大李老师您别乱动啊，人家得看您脸型。你笑一下。好，大笑一下。哎，这个好。哎，校服来了。我看出来你们都是特怀疑对吧？这没戏是吧？问题是我就怕他什么雕着雕着崩碎了，给我雕一半拉脸啊。不会，师傅手里是有谱的吧？今天呢雕刻有点紧张。紧张肯定紧张。对，平常来呢这个雕刻的时候呢只能说心平气和。这个您就别管我们。您对，您就别，对，您别听那个音乐。 您想干嘛干嘛，您别管我们。哎呦我的天哪，我川哥你别这样。您这算完了吗？怎么这么快？还要修正一下。还要川哥，你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啊！对呀、我确实见过世面。你不能这样啊！不，你这个反应让我……我跟你说，今天有点开眼，就说我傻呗。你太幼稚了，你至于吗？就是像小孩一样，看见了吧？对，对，你说对了，是那个意思。您先修改。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老觉得我用一个成人的角度，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叫《皇帝的新衣》。这师傅说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吗？我仔细看啊，我后来发现确实看见了。不是他忽悠我说有或者没有，确实有。
但是你们得真得仔细看，就它没那么明显，有个通上电看就可以了。啊，通上电，您这就算好了吗？好了，您确定？啊，这么快？看见了吗？啊，我看到了，我的天哪！绝对，大力哥，看啊，我也看到了。那个灯光老师可以把我们的环境光稍微压一点吗？让大力老师心服口服。看到没？没看见，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就是诚心的，就是他的活泼动人的眼睛，啊，鼻子嘴，呀，哦，看见了，看见了，帅！没想到第二次雕刻一举成功，而雕刻出来的张大力头像也让在场的众人惊叹连连。在灯泡上雕刻，可以想象所要求的精细程度非常的高。那么，今天的嘉宾是怎样会想到在灯泡上做文章的呢？老师上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就说：“哎，这个作品是我的。”其实也没自我介绍，对吧？对对。说：“哎呀，我这是世界纪录的一只灯泡。”我们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老师现在做好之后，跟我们说说您是哪人，我们怎么称呼您，好不好？我来自孔孟之乡，山东邹城。啊，邹城，对，我去过。四乡镇大石一村。啊，孔庆氏。您姓孔？对啊，孔子第七十三代。哦，您是第七十三代孙？对啊，我昨天刚做一节目，第七十四代孙。哦，那就是他儿子。山东姓孔，这个姓孔的要论起来都是孔夫子、孔老夫子、孔圣人的这个后代。天下唯一孔不插本。啊。这个再问一句啊，我其实质疑，我知道它难，因为玻璃上这东西薄嘛，您刚才讲了，这玩意儿现在机器都能干，您干嘛用手干呀？我也是从喜欢雕刻石头开始的，哦，也就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上学，从14、15岁的时候，喜欢雕刻这个，在钢笔上、橡皮上雕刻这些东西，哦，画面。您14、15岁的时候喜欢在钢笔和橡皮上雕东西？对，那时候还不知道叫雕刻。是是是。那在橡皮削铅笔的刀子。对，还不知道叫雕刻。在橡皮上画画，我们总干。但是在这个那时候，就是说14、15岁的我是70后啊，那时候呢就是条件比较困难。嗯。再买个钢笔不容易，但我们做个记号，恐怕丢死了。啊，明白了。那是做记号，做记号，就他喜欢雕刻是从做记号开始的，写个名儿，孔73，啊，这意思是吧？最初的印象就从那个地方，啊，后期呢就是说我们在农村嘛，离山很近，就是经常上山玩去，后来找一些石头，后来找了一些石头呢，就感觉这在石头上本身就是天然的艺术品，如果在上面再做点文章，雕刻个画，也比雕刻画、雕刻个书法，也显得有精神，啊，就是他说他打小其实是误打误撞，先在钢笔上雕记号，逐渐的玩橡皮、玩石头，最后玩到灯泡了，对，是这意思吧？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从一开始雕刻灯泡，就是从石头循序渐进啊，再从玻璃上、碟子上、酒瓶上，这个技术慢慢的要熟练，一直干到现在有快20多年了吧？哇，这个工作您干了快20多年了啊！刚才他上场就跟咱说了。说那个灯泡是拿2015年拿世界纪录的是吧？对对。因为咱们这个现场的条件有限，因为我们知道灯泡上做东西本来就是透明玻璃，你要玻璃看清楚，其实有一些光线要求。没错。我们这儿有一些它的这个照片，就是咱们那个原品的照片，你们看看，你们能看出奇妙之处了，看见没有？啊，小纹路。有吧？那猴子嘛，那是猴子。第一个这是。对，还有吗？哦，篆字好看啊，百兽字，对，百兽图，对，来还有吗？啊，还有吗？福，这是百福图，福到了，百兽百福，百兽百福，对，还有吗？这是十二生肖，就刚才那十二生肖蛇，对，还有吗？这个是升级版的，十二生肖加24节气。啊，您这十二生肖雕了多久啊？这个十二生肖雕了有2天多时间吧，挑战世界纪录时候计时是6个小时，啊，总的时间来说是用2天。一只普通的圆形玻璃灯泡上，十二生肖图环绕一圈，虽然都是简笔画，但。
但每一个属相也展现的惟妙惟肖。灯泡通上电之后，能看到更加清晰的图像。图像是由点构成的线条，而这个孔庆寺一共敲击了6000多下的十二生肖图像，也让他在2015年获得了扛旗世界纪录。孔庆寺也因此获得了邹城市石雕非遗传承人的称号。而现场见识了嘉宾精妙的技艺后，我们的观察员也要上台尝试在灯泡上雕刻。这个教外国徒弟行吗？好的好的，你得慢慢的教，你得好好的学。很荣幸向您学习，请坐。两腿夹着，对，这样吗？给你个小点吹的吧哈。哇塞，你紧张吗尚德？特别的紧张，这里头有气压，一爆脸可就毁了容了。对，悠着点手上的劲儿。我其实本来应该这件事儿不应该你干的，后来他们都说，哎，新来的让他上去，你知道吧？是的，是的。本来这件事儿应该是郝雷老师，就我们节目组危险的都是他，我们节目组所有危险的都是郝雷老师，比我厉害。对对对，来，人家说比你厉害，你来吧。不，你要是年轻人尝试一下。好，来来来，我是咱们节目的新鲜肉。新鲜肉啊，新鲜血液啊，瞧，来来来，老师也坐，孔老师坐啊。然后呢，要想雕刻的内容，带着那个脑子里生成一个画面，然后雕刻什么图像。你先别什么图像，你先教他一个直线就行。好的。使劲怎么使？而且老师尽量普通话，他听山东话也挺累，应该。这个站住呢，张到45度，45度。经典经典经典，是的，上了眼，经典。不是他真有胆儿，你知道吧？叭就一下，太大力了，张到45度。帅子，你看刚才老师很轻的在凿，你也要轻轻的。这样吗？哎，可以。这个角度呢？这个尖儿，这个尖儿，你这另中的一个尖儿，45度。你能钉不破，出了一个什么样吗？哎，破了，碎了吗？手受伤了吗？不，手扎伤了，没事没事没事。手扎了吗？手破了没有？肯定灯泡肯定碎了，杵进去了都。手有没有受伤？没有没有。有没有扎？灯泡破了。实际上呢，来，你给我们说这个，不好意思，没有说、这个、没事，你说一下你的感受好不好？这个真的比我想的还难，你看，特别的不容易。我觉得你够有胆儿的了，你知道吗？我们想想就难，他敢尝试。郝雷老师怎么了？你不服气啊？不是，你是觉得人技法不行呗？你来呗。不是，我觉得这个让他来完成是真的是完成不了的。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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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干粗活的，回去吧，回去吧，说感受就行了啊。非常的难，老师你说说吧啊。这个灯泡的难度呢，就是说要掌握住力度，这个手指要按住这个站头的尖给它固定住，两个手指固定它的方向，也就是45度角啊。这个锤子呢，这一点要敲三下。实际上呢，一开始也是不是说多熟练，也就是说呢，慢慢的从雕刻一些简单的这个石头、碟子、酒瓶这一类的，比较硬度能使劲的情况下，慢慢这个力度呢要循序渐进。明白，明白。其实它的难度是在于这样，就是雕出来的东西你栩栩如生是一个层面，对，第二你用什么样的材质来雕其实是考验。这就相当于说先用石头这样的东西手上有准儿，对，然后你才能慢慢的这个力道，然后你才能找到力道，这样好不好？您给我们外国朋友雕一个作品送给他。好的，可以吗？我给他雕刻一个圣诞树怎么样？真的吗？圣诞树太棒了！来来来来来，给！你看，你可以看一看，在上面没有点东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干净的。孔师傅，您的这一幅作品在市场上有人买吗？现在呢，市场还不是做很好哦，但是呢，喜欢的人多，花钱的人少。我有个问题，就是他们还能用吗？还是只能用作收藏啊？他是作为收藏。哎，孔师傅心里真有底。就一边聊着天一边雕，在我想着就是得凝神屏气哈。你看人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造型就要简洁的才行？如果特别复杂的一些形象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好表达？你家圣诞树这个吧，它这面特宽，搭什么面都可以叫圣诞树，就跟你画扇面似的，我就画一黑的。那可真不是哦，
个，行了，完事了，好了吗？这就完了。你可以把我摘下来了。所以说嘛，这个就是刚才赵川老师说的，他们这种表现只能是线条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帅得气，帅得气。这张在灯泡这块呢，也就是一幅简单的一个勾画图。啊，一个圣诞树，上面贼贼着款，它得有指纹，看不很清楚。对你，你擦干净看吧。有指纹。因为那个透明度很高，它这个玻璃雕刻的呢，也就是雕了0.1毫米，它因为很浅，没有不会，如果说不仔细的看，明白看不清楚。尚能慢慢拿回去欣赏啊！来来来，孔师傅，咱们坐下来。谢谢您，谢谢您。观察员的尝试果不其然以失败告终，这足以证明在灯泡上雕刻对力度和精确度要求甚高。而今天孔庆寺还要给我们带来另外6个超乎想象的灯泡雕刻作品。这个那是12生肖，12生肖还加24节气，这18罗汉，这是一个升级版的。这个是18罗汉，这个脸谱，脸谱看得到。哎，这是百字图，这是百字图部分图像，只有68个小孩。哦，哎，布局相当于八，它是呢每个孩童的这个完成的动作项目完全不一样，还有这个男孩女孩发型也不一样。哦，这个呢？这是白福，福字，福字，这是寿字，百寿，这个是18罗汉。那个戴老师好好看看了。对，那个18罗汉呢，它是18个人物的造型。穿的服装加上姿势坐姿完全都不一样。这18罗汉这个每个灯泡呢最少得需要8万多下雕刻完，所以说这个灯泡呢这个雕刻难度呢是由每个点这一个点就敲3下，一个点敲3下。对，这一个点敲3下，这3下的力度都有变化，都很微妙，你敲不，你不使劲呢敲不，没有敲不出来，你敲狠了之后它就破裂了。所以说这8万多下到10万多下任何一下都不能有闪失。嗯，它的难度是还在于呢，就是说不能重复刻，不能修改，只能一次成功。哦，对，一旦是有问题，对对对，你改不了。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说这个东西，其实我看您这有点像盲刻，你知道吗？我太不看这个，就是哒哒哒，他想看也看不到吧？对对，看不到，对对，像盲刻嘛。在正常雕刻画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说相当的高难度的作品呢，也是先做一些画面印上去。但是那个依照轮廓在雕刻，就是如果说雕刻一些简单的画面呢，可以当场就雕刻了啊。所以这东西就是需要近距离的观察。对。现场的6个灯泡让大家交口称赞，在一颗小小的灯泡上竟然可以雕刻出如此多的画面图案，虽然在现场不能看到它的完美展现，但是这项技艺也足以让大家点赞了。刚才咱们看的时候您说了每一个点上要雕3刀，对吧？对，而且每刀雕的这个力度也不一样。力度都不一样啊。第一下第一锤是钉锤，要把这个锤子钉到这刻这个位置上啊。第二下是使劲，光使劲还不行，你给它加力，你不加力就刻不上去啊。所以说三锤的力度变化都很微妙。那您这个累吗？雕这东西可以说要全身关注，心无杂念啊。用的锤子呢是用七斤重的锤子，这个七斤多重的锤子什么概念呢？就能要把这个锤子直接放灯泡上就能把它压破。为什么一定要用7斤的锤子？小点行不行？这个小点可以但是也是挑战一种极限，要说就做到最好。那要做到最好，是不是说未来有人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人家也是玩雕刻的，人家做一7斤1两的锤子，那不就超越您了吗？嗯，超越我只能高兴，人要不断的要学习。所以这个锤子的重量其实并不是为了创作的要求，对，而是为了体现创作难度的一个要求。对对，是这意思吧？体现一种难度啊。其实今天现场孔庆寺除了给我们带来灯泡雕刻这项技艺外，还带来了一项比灯泡雕刻更难的技艺，那究竟是什么技艺呢？您现在可以在这个钢玻璃的钢膜上雕刻了，就是那个手机钢膜。为什么想着用手机钢膜来在手机钢膜上进行雕刻呢？实际上呢也是自己一种创新，
你看咱这经常平常用那个手机啊，有时候不注意就划破了啊，手又摔破了。我就是尝试着是不是在上面也能做一些文章啊。那这个钢模雕和这个灯泡雕哪个难？相比之下，这个钢模的难度要比它要难。为什么呢？钢模呢，它不是一个平面吗？放在那儿不更好雕吗？放着雕好雕，但是你拿起来的时候稍一不注意，它散破了，散一拿起来就容易断。没想到在厚度仅有0.3毫米的灯泡上雕刻，还不是孔庆寺的极限。他又研发出了在厚度仅为0.15毫米上的钢化膜上雕刻，薄了一倍，也意味着难度也会成倍的增加。在现场，孔庆寺将要为我们展示这项技艺，他能一次成功吗？老师要雕一个狗狗是吗？把这个画面呢，因为它这个钢化膜呢，它因为特别薄，因为不能直观的看见这个画面，就那叫盲刻。盲刻之后呢，就是刻的不形象。为了刻的更好呢，表直观的表达出来，把这个画面呢直接复印到上面。哦，这也是您想的主意是吧？对，转印。这就把它复印到上面了之后，就能根据这个轮廓呢，雕刻的更传神。哦，就是用简单的复印纸，蓝印纸给它印上，蓝印纸把它印上去。哎，好了，这雕完以后就给郝雷老师，啊，因为郝雷老师今年24岁，本命年啊，我这个很吃劲儿的。啊，我们看的时候现在就感觉特别小心翼翼哈。这个一定是轻轻的，而且它难，其实难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轻，但是我还得留痕。对，就是一个力度嘛，对，控制。眼睛呢？眼睛得刻完了，已经刻好了。已经当时没涂，但是，对，您最好给它涂一下，对，把它擦干净就好了。啊？把它擦干净。哦，要擦干净啊。把这个，你看看没破吧？没破啊。郝雷老师您可以上来看一下。哦，这个脸就雕出来了。这有眼睛，但是因为它没，由于没画上去，没画上。这叫点睛，不可以，不也不需要每个画面都画上去。对，所以你用的时候就把这个擦掉，一贴就可以一擦就得贴上去了。哇，送给你。好嘞，谢谢。哎，好漂亮。没想到孔庆寺如此迅速的就完成了在钢化膜上的雕刻，转印的痕迹可以在使用时抹去。从灯泡雕刻到钢化膜雕刻，孔庆寺今天已经带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惊喜，但是其实这些都算不上是他难度最大的作品。那么他现场还会为我们带来什么让众人惊诧万分的作品呢？孔老师，这个算你记忆里面最难的技术吗？现在还不算最难。这还不算最难？对，我是说，当然我们技术会一层一层的提升啊，肯定会有比它更难的。对，我是说以练成的技术里面还有比它更难的吗？练成的技术还有一个我保守的一个项目。什么项目？保守的一个石刻作品。石刻呀？哎呦，石刻有什么难的呀？石刻哪有这？我问孔老师说，我说还有比这更难的？孔老师说还有一个石刻。石刻不是最简单吗？对呀，石刻简单，但是对于一个雕刻师来说，也是作为一个答卷吧。我雕刻了一个二维码。石头雕二维码？我也能雕啊。能雕二维码还挺精细的。不是，你雕没二维码是用来扫的，你扫不上，你那边谁都能雕。但是我雕刻的二维码一样能扫出来。真的假的？真的。哎，你不可能吧？就是石头上雕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能用？对。二维码上的信息一点不精准，那就跑信息了。对对对，这必须得非常精细才行。你这二维码能扫出来？对，在石头上吧。在石头上。来，请上来，请上，我先看看这个啊，这是一二维码。我这个雕的真的很精细啊。有痕迹那种雕进去的是吧？用锤子和砖头敲打了2天雕刻完成的这个二维码。用2天。哎，你们谁能扫一扫？我来，思思老师扫一下。手机对准锤子90度。
垂直九十度。哎，对正。我看，哇，厉害！是老师的工作室吧？应该是。对，这是我的工作室名称。老师，微信吗？老师，你确定这个是拿手雕的哈？对，不是拿机器雕的哈？不是。你怎么想用手雕个二维码呢？这个也是新创意。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也要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啊。这个有创新，才有发展。不是，您这个人家都改电子码，您非要在石头上面给刻字，这是什么创新呢？这个这是表现我们中国非遗文化的一种传承。哦，哎，现在你看电动工具。电脑工具、三维雕刻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但是忽略了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纯手工文化。正如孔庆寺所说，如今机器雕刻已经很精细了，但作为石雕非遗传承人的他，想让更多人了解传统雕刻依然可以接受时代的挑战，所以孔庆寺完成了难度最大的二维码石雕，以此去推广传统石雕技艺。而如今孔庆寺也为家乡邹城成立了石雕文化工作室，虽然孔庆寺的石雕如今在当地有了知名度，甚至也有全国各地的人慕名而来，但其实孔庆寺一路走来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您现在是不是家里特有钱？这个实际上呢说起这有钱呢，对这个手中呢也是比较尴尬的啊，尴尬。对，虽然说有可能也感觉这做的不错，但是呢，喜欢人多，花钱的人少。嗯，所以说，收入还不是说很好。哦，收入还不是很好。嗯，您是70后？我70后。应该有孩子吧？这个两个儿子。俩儿子？双胞胎。幸福啊！双胞胎。对，但是呢，就是说。任务很重吧？啊，作为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嗯，在农村不种地干这事儿，就属于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吧？对，是吧？以前就是说，邻居们都说，你看看谁谁谁，他又抱了石头了，又知不道又折腾嘛，天天磕石头玩，有什么用？哎，你的老百姓喜欢这艺术有什么用？我就嘿嘿一笑，孩子就该干我的，该怎么鼓捣怎么鼓捣啊。经济上的压力给孔庆寺带来了许多苦恼，石雕带给家里的收益微乎其微，这也让孔庆寺与妻子之间产生了不少的矛盾，平日里的争吵也变成了家常便饭。今天孔庆寺的妻子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会道出怎样的心声呢？他这石头雕一开始支持吗？不支持。现在也不支持哈。对，到目前还是不太支持。为啥呀？这干成这样了还不支持呢？因为农民嘛，民以食为天，要需要经常只有经常做一些农活或者出去打工，多赚一些钱，维持生计。像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他刚才也说过了嘛，我们有两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看看身边的人呀，人家都富裕起来了，人家通过各种不同的劳动渠道打工，或者自己经营自己的小生意富裕起来了。但我们不是说太差吧，还行吧，但是要每天要摆弄这些石头，其实其中的苦酸楚别人不了解。他每天要工作到11、12点，我自己从来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时间休息，很少知道。然后我也在某个公司在从事一点工作嘛，然后我只要出去开会，然后他肯定会上山捡石头或者去做别的。我家的农田，我要在下班以后还要回家农忙，还要去地里劳作。哎，是不是你们家的钱都是您挣的呀？谈不上嘛，但是他会抽时间去做一点别的，维持家用嘛。因为老人年龄比较大了嘛，我父母和他父母都已经70、80岁了，两个孩子大学刚毕业，还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定亲了，结婚了，娶媳妇儿嘛，就这点事儿哈。对呀。
妻子上台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有诸多抱怨，但从他的言语中依然可以感觉到对孔庆四的关心和疼惜。你理解他吗？能理解他那个心吗？也理解那种他自己有自己的梦想。其实我也表面嘛看我是挺不支持的，但是也在背后默默支持吧。比如这次要来北京录制嘛，我目前到今天为止我的单位还没准许我请假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回去要怎样解决呢。啊，没批假啊？对啊。那人自己来你干嘛陪他来啊？他非要我来吗？自己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实际上呢，这个这些年呢对我的老婆呢也有一些愧疚，但是就感觉着我对家庭呢关心很少，对这个农活这一方面，对孩子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这一方面呢也确实做得不够，感觉对他的一种愧疚。这个他呢来之前呢本身也就感冒了，又有点晕车，现在还有点不舒服，我比较感激了。这今年二十多年也辛苦了，对老人也照顾了，对孩子教育也是比较，我有点表达谢意呗，你大大方方的说感谢呗，不是这意思吧？对对对，所以非让他来是吧？对。那回去之后单位把他开除了怎么办呀？我就如果说单位如果说有人看见有这么个优秀的老公，我觉得也会网开一面。哦，单位看见这么优秀一老公还自信了，你看啊。看着台上的夫妻二人，虽然他们话语朴实，没有丰富的辞藻，但二人的交谈，眼神的交流却流露了浓浓的深情。虽然抱怨颇多，但是妻子默默付出，才让孔庆四得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创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雕刻世界里。不管是灯泡雕刻，还是钢化膜雕刻，亦或是二维码雕刻，孔庆四只是希望通过这些新鲜的表达方式，让大家了解这项传统的石雕文化。这期节目做到现在，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孔先生其实是做这个石雕非遗的，他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更直观地了解到雕刻的这种技艺和技法。你老在石头上雕，人觉得没什么新奇，对吧？对。所以他把这个展示部分做升级。在很薄的玻璃上雕，对，在手机膜上雕，在石头上雕，现在最现代的二维码，同时又能识别，对，其实就是在传递一种非遗传统的石雕雕刻文化的一种技艺。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算是对于这种技艺的一个，你都不能说创新，就是继承的一种表达和表现，叫极致的表现和表达。对 对, 对，是这意思吧？对 对, 对，就是一个农民。也没学过什么，用了二十年变成了非遗传承人了，了不起啊。这个我的人生观就是人生有追求有梦想才能更加精彩。哦，你觉得活得精彩吗？怎么谈呢？对于他个人来说吧还行，但对于家庭来说嘛，我感觉差点意思啊，付出的太少了啊。因为比如我两个孩子吧，说句实话，前些年他真是管教很少，可能吧，我两个孩子也比较独立，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他前些年基本上不和他沟通，所有事情基本上都和我联系，但是这从去年开始吧，我感觉孩子比较大一点了嘛，二十多岁了，我说你需要跟你父亲沟通了。然后慢慢的才开始转化一点观念，所以说呢，孩子对他也不理解，我对他也不理解。当然你自己有自己的梦想固然好，但是别人都在前进，我们也要在后面追嘛。所以说，虽然不支持，但是背后还是默默的支持。听明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对，嫁狗随狗嘛。对，就这种道理。是这意思吧？对。碰到一个好媳妇儿，就是孔老师这命比较好，真的命好。碰到一好媳妇儿，嘴里说着不支持，我看就你愿意干嘛干嘛，家里的事儿我都给担着了。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于一项技艺的研发和传承，力排众议的压力，致力于自己热爱的领域，孔庆四身上朴实、严谨、执着的匠人精神。也像他的灯泡雕刻作品一样，熠熠夺目，光彩耀人。
觉得这个就是当代的少有的这种匠人精神，有这个恒心，而且有耐心，而且最重要还有爱心。这个爱心就是他对于他这个事业的这种爱，已经超出了对家庭这种爱，很难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古代的一些故事，就讲一些匠人的故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存在。所以大哥让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就是他爱一行盖了一行。我们知道他从最早开始雕刻钢笔是做记号，一直到今天雕灯泡，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我们现在身边也经历过很多人啊，我们经历过我现在喜欢这个，但是迫于生活我们改行，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大哥用一辈子做一件事，这个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佩服你。我觉得他是不是说因为这爱人上来了，他不是不爱家庭，他只不过呢就是说对自己的事业特别执着。但是我就虽然对你爱人说两句话呢，我也得批评你，就是你要顾点家。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要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你不能说你就为你的事业就全托给你爱人了。虽然你爱人真的特别好，模范的媳妇儿，但是你也应该真应该谢谢人家，同时你应该考虑说下边我再做一些挣钱的事儿。就这一期节目，其实我从开始就在弄他的逻辑。哎，我说你，就因为每个人对艺术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第一个质疑的是，我最质疑的就是我不太喜欢这样一些品类的东西，就是好好的我能做表达的，我干嘛在灯泡上做呀？我个人认为你这是为了炫技，就是为了炫技而炫技，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我觉得没有意义。后来我听完他的这个整个故事之后，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其实他的，你弄清他这个逻辑之后，你突然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品质是真的值得学习。他从事的是中国很古典有历史的艺术传承，对不对？对，篆刻嘛，篆刻，石雕篆刻嘛，石雕篆刻嘛，这个很中国。过去石雕篆刻在生活当中是一直被用的，这是一个生活使用的物，文人盖个章，家里盖个章，这个生活条件不是特别殷实的人，你也得用这个东西啊。小朋友上学他都要用，这是一个现实生活里的东西。所以它逐渐的随着生活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文人用，现在这个东西用的很少了。对，那这个东西因为少，但是它又带有文化符号和文化继承的东西，它才能是非遗嘛，文化遗产项目嘛。对对。然后你接着就发现说，哦，他掌握，他是传承人，他怎么去推广啊？他其实我觉得他做了一条独辟蹊径的推广之路，厉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既是一个很好的匠人，他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推广人，把这个技术变了。所以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记住这么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因为自己的喜爱，所以在一个艺术的道路上追求，然后让这个东西变成他的一辈子的事业。同时他用结合现在的新的传播方式，比如这块石头，来推广他所从事的这项艺术。好了，各位扫码吧，加一下孔老师的这个微信啊，给个特写，然后更多的了解孔老师所传承的这项非遗的艺术石雕篆刻，然后了解他创新的这个灯泡雕的技艺，请大家记住他啊。感谢朋友们收看了又一期的云南卫视的了不起的你，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